Hello，今天我们来吃好利来的小甜点。我太难了，咬了一大口奶油，好绵密。中间是特别细腻的南瓜，它这个整体吃到嘴巴里边还很厚重，不是轻飘飘的那种。里面是桃子果酱，这个里面好像是芒果的果酱，上次也没有吃过这个口味的。它这个奶油是巧克力的，但是里边又能尝到香蕉的味道。里边还有那个巧克力豆。这款吃起来好脆。脆脆的声音。底下是这个样子的，好像是茉莉味的，里面的夹心好丰富呀。这个红色的好像是杨梅酱，吃起来酸酸的。它这个其实还有蛋糕胚。这个我没吃过，叫一个小糖果，好脆的巧克力。这个我要给小马留一半。樱花味的，淡淡的甜味，还叫草莓宝宝。底下是这个样子的，厚厚的一层奶油。它这个里边是能尝到草莓籽，外边正确你们都知道是巧克力。你们能看到里面这个白色的壳吗？这是两层巧克力加上奶油。今天的最后一口敬大家。